着从前，缠绕在你的发间，冰封的誓言渐渐隔绝。你是？我叫踏达玉儿。人族见到你族的皇可以不行礼吗？狗皇子吧，做梦！我不想跟别人过分亲近，因为有了感情就会影响判断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太善可没什么好下场。我绝对不会相信。你不是说我是恶魔人渣？恶魔就是这样。你别忘了，我才是难以动这个国。你想要也是本王想要。王家无父子，何况庶出？那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我与皇说了算，还是进门的叔叔说了算？你的性子，我不愿意把话说清楚。我宁愿被外人唾弃，也要保护你。没想到人世间最大的困厄，竟是一个情。